现在你可以走了，因为这里已经没你什么事了。过河拆桥。你呀，还没有完全听明白我的意思。你现在就去忙吧，今天真过瘾，怎么样？待会儿我请你喝一杯。抓几个毛贼有什么值得去的？把我约来自救部出去。哎，这不来了？嗨，说曹操，曹操到。来来来来，坐坐坐。哇，今天的天气可真不错啊！啊，空气清新，还飘着那么一点毛毛雨，很适合谈恋爱啊。大检察官亲临现场指导啊，什么事这么高兴啊？我为你高兴啊！好美的天空啊，真是太漂亮了，真是太美了。有空的时候真应该抬头看看天空啊。哎，你看，流星啊！哎，探长大人，已经下班了，我们去喝一杯。为什么？因为最近案子不是太顺利，你的心情呢，肯定也不是特别的好，放松放松吧。没想到你还挺关心我。不用谢，反正也是你请客。不严肃啊，我一点都不严肃，我觉得我一点都不严肃。哎，你觉得我严肃吗？不严肃，你是我见过最幽默的人。就是啊，我也觉得我一点都不严肃。哦，不不不，我觉得这个房间非常的好，而且我们两个人可以门对门，这样比较亲热。除非呢，你不欢迎我。这么晚了，你还赖在这干嘛？我等你啊。等我？嗯，我觉得为了办案方便，你应该给我配辆专车。没有。没有？那你要愿意一直当我车夫的话，我也没意见。我不要酒，出警时间我从不喝酒，给我换杯饮料。哎呀，那就为我破个例吧。你喝酒之后比较可爱，比较通情达理。快去吧。行，一会儿来啊。哎呀，探长哥，探长哥啊，真没想到啊，你对我说的话记忆这么深刻呀！啊，难得，真是太难得了。少来，你不会是真不知道吧？知道什么呀？我告诉你啊，就是，哎，哎呦，真没想到，你还挺纯情的嘛！哎，别生气，别生气啊。这位是，我怎么跟您说呢？他是我同居，不同事的，普通朋友，公孙泽。你好。刘阿姨，我看就算了吧。我跟公孙探长的友情是情比金坚的。刘董事长，如果您能找到一间公寓的话，您就是我最大的恩人。走吧，我们俩。这，你们两个人要去哪儿啊？我们两个人二人世界啊。哎，把你家钥匙给我拿出来。干嘛？哎，我妈来这儿不住，你家住哪儿啊？嗯，住得愉快。谢谢。刘阿姨是从小至今对我帮助最大的人，要是没有她的话，我连大学都上不了，更别说现在能折磨你了。哼，是啊，你当然得感激她了，我可得恨死她。刚才是有那么两分钟，我觉得你还行来着，但是现在已经过去了。能够有两分钟让探长哥赞赏，我已经觉得很开心了。
好享受吧。你需要休息一下吗？放心吧，我也没事。如果你需要帮助的话，我会全力以赴。当然了，我只是协助你，我会严守一个提建议的本分，一切的决策都由你自己来决定，你才是男主角。我为什么要指责你？本来抓到巨魔，案子就可以问个水落石出。不，我觉得你做了你该做的事。我相信罪犯的线索总会有，大不了我们重新开始。恭喜你，你已经战胜孔雀眼，成为我现在的头号敌人。你怎么还不走？我等着跟我的头号敌人同归于尽。